过两百。哇，我一个20多万豆子的人，能跟两位100多万的坐在一张桌子上，我是深感荣幸。绝对。干嘛？牛批，阿彪。不要。怕。呀，这人的头像加上他的名字阿彪，感觉是妈社会气息好重呀，这兄弟。顺子。阿彪，我日。过。你干嘛？别怕，哥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干嘛？不要。来玩，我来解除报纸。给你对六好吧，阿彪，你应该是个对子加一个炸弹。对二。过。阿彪，我再助你一臂之力。你干嘛？要不行。我这只剩下3.57块了，只能打这个了。小王。大王 pass。小心点儿，没了呀，阿彪。过，要不行，得六。从底层做，从阶层干起。小地主，小地主。哎呀，裂开了呀！不想，不想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四，四打四你输了呀！哦，哇，我这盘没加倍吗？二，不要，过飞机。直接反春天呀，直接打他反春呀，过三百一，直接反春加一炸呀，这把牌我太亮，我这牌太靓仔了，你妈我豆豆多的时候不给我来这种牌，真他妈的渔夫，不叫。谢谢没有梦想来霸送出的魔法皇冠啊！快点吧，我等到画都掉了。哎，开始就来怪牌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就没豆豆的时候就来怪牌了，而且这时候要摸屎，你们信不信？我就知道，就他妈就摸屎，然后也就五六七八九了，就以前就是五六，就是五六七九十。现在就五六七八九，哎，你们加什么倍呀？你在那里加倍？你喜欢加倍？我操！明着打好吧？炸弹！炸！炸！炸弹！不要！来来来来来！三带一对，过炸弹。要不起，对二，不要，过七 K， 看炸弹，你妈炸弹开路，我操！
哇，豆子一滴他妈牌就贼好，豆子一多牌就贼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被搞了。他们这系统判定我是经常充钱的大客户，就老是搞我，然后骗我一直充值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该买豆子的，我买豆子就可以赢得多一点呀，这波细节没做到，我的兄弟们。全军出击！每个灵魂都是我的责任。哎，讲道理，撸啊撸还是要打高分局才好玩，真的，才有，妈久了不打就是真的会变菜，多打一下好吧。炸了就他妈学习。推慢了，推不进去了。回推了，剑魔压不了我了，怎么办？舒服，这三个 Q 就很舒服，好吧，就可以稳稳的吃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。哦吼！咋补他妈的六六呢？这波再补。
呀，中路零杠二了，被他妈打裂开了呀。幼稚园嘟嘟这种名字就感觉是洗碗的洗，这种 ID 就感觉是洗碗的洗。哎呀，我这波控制，他还要再推一波的，你放心，他肯定还要再推一波的。可以杀他了。这波极限呢，哎，挖几下，挖几下，哎呀，气急败坏。这波我是必须要跟闪才杀得掉的呀，兄弟们，我不跟闪杀不掉呀。这波勾引剑魔就很极限呀，这波我五级，那点血量。肉装剑魔，你还想压人？差点没吃我！小淘气，你这个小淘讨厌！现在是这逼强势期，等会儿给他屁股砍烂，好吧？现在该他牛皮。好，五秒 Q。没什么状态了，哇，好肉啊，这人！哇，你打断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这波他也很亏的，他这波走了。继续做上。
刚刚失误了，我刚刚失误了，我刚刚以为艾克快到了，我就直接动手了，把他吓到了。他没有那个位移的，我就直接动手了。这人好肉呀，忍者巨蛛，他刚刚是忍者巨蛛，坚决系的剑魔，现在这伤害还真杀不掉他。挖掘机可能在，挖掘机挖掘机在下，他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在上。这他妈打的好装呀，这人。想死一口气吧。感觉这人打的一直在发脾气，他的每一个 Q 都好用力啊。这挖掘机好能忍呀，这都不抬我。太他妈的稳了呀！再等一下，他动手就好了，我跟不上。没有，我其实我想，我 W 给我了，我觉得能中的，然后他就闪。嗯。我 W 应该是能中，他就是逆位的，然后他就闪。不接。他一开始其实第一波他也是很好杀你的，但他不上。我不知道呀，他又怕他打不过我那波。他刚上一波打不过我，其实。对，他那可以打了，可以抓死他。看你其实挺好打的，但他又上太稳。其实我很大意思的，相信他。Thank you.
四个人的时候也少。大象有点不近，这个是。你妈的，四兄弟，好狠！太狠！我感觉他们这把赢不了，兄弟，说真的。我们这把跳一个。对，他们这把赢不了。宝珠就开的是什么鬼啊？哇！哎，直接哎呀！但这把装备他妈太慢了，有点上路塔钱也不是我吃的，一层塔谁都没有。但对面这把不好赢，兄弟们，他们真不好赢。他们会没的这把。猛刷，现在猛刷。猛偷东西。看他敢起来吗？AD 有点肥，他们还好，这不可以打剑魔去上了。他把这个英雄改的国服玩的没那么好，起来也没有那么凶，我刚好没那么凶。放了他们，啊，这个龙得看一下。他们放了，他们放了。到。可以团，
可以开，可以开。我们打龙吧，我们打龙，我们打龙，不理他们。这个它不相应吗？对，感觉奥巴马确实不是很凶。Yeah.国服奥巴马比较凶，就是奥巴马这一拳我还挺凶，就挺知道的。你看过那个吗？看过宋义进的奥巴马吗？我没看过。哇，宋义进的奥巴马，我看了有一把挺他妈夸张的。对呀、啊，一般奥巴马只有敢秀的才能，特别要去操作那种。一般国服的都是那种就玩的畏畏缩缩。挖掘机的英雄现在感觉不好赢了。对对，这英雄怎么说呢？得帮队友扩大，就是要有队友扩大优势。对，这英雄真不好赢。因为他做不了那么多事情，就事情做的。感觉这逼很笨，真的很笨。就给他上了。哇，杀起来了！这怎么还有他妈广告军呀？哇，广告军太夸张了呀！讲道理啊，这把将够 carry 啊，这好友位真要给吗，兄弟们？想给这逼一个重击的，你知道吧？他在那打广告，我就上头了。哇，太晚了呀，兄弟们，挖掉了，蛇掉了，兄弟们，蛇掉了。当年老师 solo 赢过 rookie， 真的假的？我赢过 rookie 吗？我 solo 什么时候呀？哎，我好像真赢过宋义静。哎，我好像是真赢过宋义静，兄弟们，有印象了，好吧？但那都很多年前了，好吧？那个时候。很多年前的，那时候还年轻吧。然后狗玉赢了一把，应该是我三只手赢的，可以。现在不行了呀，现在老了呀，兄弟们。